少林四段功。四段功又称少林童子功，是本门派的基本功法。只有全面系统的掌握练习四段功，才能规范的学习本门派的各种拳术及器械套路，尤其在技击手法中体会更深。筋长一寸，力长十分，只有刻苦训练，持之以恒，才能提高各关节的柔韧性，达到轻灵敏捷，刚劲有力，运用自如。在训练过程中，一定按规范要求去做，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Thank you.
第一式，预备式，两脚并拢，身体中正，头正梗直，头有顶劲，梗有领劲，双手自然下垂，目视前方，自然呼吸。第二式，领气，两手叉腰，分别左右上下摆头各十次。呼吸随摆头一呼一吸。第三式，涮腰，两脚分开，稍宽于肩，两手叉腰，
分别左右涮腰。第四式，霸王举鼎，两脚并拢，两手从两侧上举高于头，两手交叉，手心向上，提气收腹上拔，头上仰，目视手背。第五式，左右摇山晃塔，两臂分别向身体两侧延伸，目视手背。第六式，前俯腰，提气收腹上拔，前下方俯腰，第七式，左右侧俯腰，两手分别向身体两侧摆臂，尽可能向斜后方延伸。第八式，海底捞沙，两手左右转动，使手尽量接近地面。
第九式打工式，两手抱肘，上下摆动，第十式抱腿灌顶，两手抱脚后跟，尽量使头接近地面。第十一式收式还原，两手分开外旋，分别从两肋推出位于前方，手心相对，同时两腿曲蹲为枕蹲式，调整呼吸，起身，两手从两肋收回，上举高于头，手心相对，两手由头顶下按于丹田，收式还原。Thank you.
第一式，预备式，双脚并拢，身体中正，头正梗直，头有顶劲，梗有领劲，双手自然下垂，目视前方，自然呼吸。第二式，霸王举鼎，两脚分开，两脚尖内合，两手从两侧上举高于头，两手交叉，手心向上，提气收腹上拔，头上仰，目视手背。第三式，前俯腰，两手交叉，手心向上，提气收腹上拔，前下方俯腰。第四式，海底捞沙，两手左右转动，使手掌尽量接近地面。第五式，左右侧俯腰，两手分别向身体两侧摆臂，尽可能向斜后方延伸。第六式，左右侧顶靴，左顶靴，左手从左腿内侧抱脚跟，右手按于脚面，使头尽量接近脚面。右顶靴与其方向相反，动作相同。第七式，青龙戏水，左青龙戏水，左手从右腿内侧抱右脚脚跟，右手按左脚面或脚跟，使头尽量向左腿内侧延伸，右青龙戏水与其方向相反，动作相同。第八式，青龙卷腰，两手分别从两腿内侧抱于臀部，头向后延伸，第九式，收势还原，两手心向下，平掌推出，收势还原。Thank you.
第一式，正压腿，将脚放在器材上，两手上举交叉，塌腰收腹，抱住脚掌，用下颚接近脚尖，右压腿与其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第二式，侧压腿，将脚放在器材上，用相对应的手抱住脚掌，另一手臂垂直颤动，
右侧压腿与左侧压腿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第三式，负重压腿，正侧压腿做到一定程度，可做负重压腿，左脚跟放到器械上，将两个沙袋搭在左腿上，两手上举交叉，塌腰收腹，抱住脚掌，用下颚接近脚尖，右式与左式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侧负重压腿可在侧压腿的基础上，在腿上和手中增加负重物练习。第四式，正稳靴，将左脚靠于器械，两手上举交叉，塌腰收腹，用下颚接近脚尖，右稳靴与左稳靴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
第五式，卧地稳靴，将脚离于器械，调整两脚距离，两臂上举交叉，从一侧向下，两手抱于脚掌，用下颚接近脚尖，右卧地稳靴与左卧地稳靴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下面进行劈叉动作讲解。劈叉之前一定要做基本功训练。劈叉又分为平叉、单叉、悬梁叉、元宝叉。第六式，平叉，两手平伸呈雁形式，两脚分别向前后蹬出，使其裆部接近地面。第七式，单叉，一脚放于器械上，另一脚向后蹬出，两手平伸呈雁形式。第八式，悬梁叉，两脚放于器械上，两手平伸呈雁形式，第九式，元宝叉，将器械平放于两肩，
两腿分别搭于器械上，双手扶地，挺胸收腹，目视前方。可做原地旋转，第一式迎面腿，五花穿掌，提胯踢腿，立贯小腿，勾脚尖接触手心。第二式十字披红，五花穿掌，两腿分别向相对应的方向提胯踢腿，立贯小腿，勾脚尖接触手心。第三式百连腿，脚面绷平，在面前做扇面踢摆，立贯小腿。第四式礼合腿，脚面绷平，脚掌内扣，在面前礼合摆腿，立贯小腿。第五式弓步踢腿，在弓步的基础上原地踢腿，立贯小腿，勾起敏络。第六式马步踢腿，在马步的基础上原地踢腿，立贯小腿，勾起敏络。